大家都说音乐是无国界的嘛，当大家的琴声一响的时候，我也就感觉到我们确实两岸是同根同源的一个文化纽带，我们通过乐曲彼此的去交流，去联系了彼此，然后我们也共同的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让大家更多人了解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，然后非常开心能有今天的交流，我也从这次的交流活动中学到了特别多东西。